东西啊，无一点面向舞台好吗？尊重一下我们的舞台，尊重一下我们的舞者，尊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其实大家看到我们这样的舞蹈，感觉怎么样？嗨不嗨？留下用心跳的精神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的舞蹈登场啊。他们在台上跳的时候，上面的朋友你们在上面跳好不好？我们台上台下一起来跳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我们的 dancer 啊，平常台上，在台下，在你们跳舞的时候，在你们身上，在你们周围发现五位，只有五个名额啊，五位感觉。